同学，我们看一下三十三题。好，三十三题，他给你说碳酸钙，对不对？碳酸钙，他说0.5 m 一公升。同学，摩尔数就是体积，摩尔乘上体积，所以0.5 m 乘以一公升，算出来是0.5 摩。但是他题目不是要问你的摩尔数，要问质量。那怎么办呢？有摩尔数，摩尔数乘上它的分子量就会是质量。那分子量怎么算？钠是23，有两个；碳是12，有一个。氧是16，有三个，加起来它的分子量是106，所以你把它乘进去以后，就可以算出它的质量是53克。这是我们的33题。